二十句说话给二十岁的你，今条片咧我会拍埋下半部分。第十一句说话咧就系、是、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。嚟到三十岁你都仲未乜乜，就代表呢个人喺呢个岁数被催去完成某一样嘢嘅人，甚至系佢哋做咗都唔发觉自己唔想做嘅呢样嘢。I'm so sorry， 我冇将呢样嘢视为要完成嘅契机咯。第十二样就系三十岁先嚟转工咧，佢哋会觉得如果佢转工嘅话，佢下一份工就系一世噶啦。Hi members， 多谢你 join 我嘅会员频道。